上人讲的佛法生活化，菩萨人间化，我就跟我孙兄讲，这是咱要行的路，因为我做生意顾店嘛吼，还有在联络这方面，我几乎无啥有时间去外口收善款。会众来缴善款的时候，他有什么事可以在家里跟我讲？读书问题，若不是囝无乖的问题，我们去看个案，都也都可以跟他分享。师父讲讲，囡仔若是无乖，咱莫家烦恼，爱家祝福。我拢教因讲，要发好愿，愿力行，咱要用愿力来祝福小孩，自己要行动来做。所以大家只是无话不说啦，咱家底下弟兄们相聚很少，但是我在社区，真的我的兄弟姐妹很多，企业吉祥业欠数哈，我就改讲，我就是安那住，那些味道都很棒，然后又健康。这是黑芝麻酱，这五谷麻酱，因为拌菜、拌面还是怎样，拢最好吃。我们很好吃哦。后面你们自己弄哦，口感又好，口感又好。来到我家是师兄师姐，我最欢喜的是该分享上人的话，每一句咱就是爱受用。我字捌无济，我就是讲，我若一项道理了解，就一里通万里测这样去应用。大家互相咧做，个人的想法无同的时，你就退一步，成就别人。这样你去善解，就会把事情圆满。